也是一个拍子，然后，因为我想说这个时候应该少一点把的声音嘛，啊，那一定要这样。对，这个是他说哈，可是 JJ 林俊杰的他说是初恋二重唱的他说哈，也是吕布的了，哦。这个故事来，这个故事哈，其实它也没有什么故事了，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爱幻想的人哦。真的是，我妈妈在那边可以跟她见证一下。我想爱幻想，这样很简单的事情，我都可以想得很复杂。就是搞不好人家在喝咖啡，在喂狗，然后我说啊，我就可以想这个人现在是怎么样，为什么要喂这个狗，他的心情是怎么样，自己幻想。这个也是幻想出来的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星巴克，有台北人吗？这里有台北人吗？有没有台北人？大家知道那个那叫什么大平林站吗？我以前是那边有一个学校的学生，然后那边一个大平一出来就有一个那个星巴克，我以前常常在那边，对，因为我常常在那边发泄啊。哈哈对对对，这首歌是发泄自己写出来的歌，对，他说。我们要讲一下那个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的历史，好不好？是可以啦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对啊，其实我们初恋又重唱，我们两个人啊，其实不是从小就认识的，是在铁花村才真正认识的。对，就是音乐的关系才认识彼此。然后我们这个组这个团啊，这个团长一年了，就是已经一年多了。成绩啊，没有大好，没有大坏，然后是61分的，不是来这里过中那个吗？可以了，有今年通过了啦，通过了，差不多孩子都满意了，对啦，已经超过十，在你那边啦，已经十胎了，生出来了吗？对，是瘦胖就对了。来，你拿开呀、啊。我、哦、不要啊，不然我怎么当吉他手？啊，对，所以就是我们的。历史，对。然后，对，就是从小，我是从小在台东啊，然后才让是小时候就去台北了，然后回来台东的，就是音乐的关系的认识，然后我们现在那个有离开这个家乡，对，两个月。快三个月了，对，我们在台中，哎，现在在台中工作嘛，年轻人拼一闯一闯，对不 对？看一下在外面的风景，是不是？这个景气啊，是不是我可以救？如果好的话，就是往上嘛，往台北继续吧。再好一点的话，可能就去对岸了嘛。哎，不要了，我要去美国。哈哈，开玩笑的。好了，就是对一样唱我们的歌，那就是接下来这首歌呢。叫做重来爱几摆吼，我讲对了啦吼，重来爱一遍，讲对吼，啊，重来爱几摆，哦 ，Thank you， 我妈都纠正你了，谢谢，感谢纠正啊，我真的是台语真的是太弱了。其实这首歌呢，它本来是一个抒情歌，然后也是我写的，然后这个歌是因为。就是在看一个偶像剧，然后我非常的有感触。我记得那时候我看这个偶像剧的时候，我跟我姐夫一起看的，对，因为他很喜欢罗志祥，对，他是蛮好笑的一个人哦，一直幻想自己是唱跳歌手。OK， 你的姐姐在唱跳，对，这首歌。因为有一段让我非常有感触，我就把它写下来。对，这样子，一段感情，就算这爱得多深，还是要面对现实。对，也是因为这样子，给启发了我想写这首歌的欲望。对，这首歌要重来一遍，顶来爱几拜，耶！哦，水哦。Thank you.
夜晚的热风吹着我的脸，月光的双眼其实在瞬间，时间的我最后告别彼此，匆匆感念，让遗憾在我们心里面。此刻的我是没了解现实的差别。不能重来爱一遍，我不会轻易说再见。空气中弥漫只是你的脸。不能重来爱一遍，对从前的你说抱歉。干嘛？加快。时间在我脑中。